韩服 CP 时间，想要把手感磨到最好再来跑这个，才不会丢脸。竟然是这个图，哇！可是被推着走啊。一定有点东西啊！转台，你是用小扭一下，再扭一下。祈祷蓝器不要卡蓝，没卡，很好。景致浩相信队友，我就不帮了。#相信队友。好，这个人一直在弄我，我感觉我要被压。果然，这个图的 bug 一直都没修。跑到前面的，如果被后面贴得很紧的话，一点优势都没有。就会直接被压掉。应该还是有结果吧。钻，摇冲甩，单拖。舒服，这图文就没跑了。我跑法还是记得住啊。哇，相信队友，跑韩服 CP 一定要记得练图，因为韩服 CP 有很多很奇葩的图。又是我们两个，这是上一场那一个吗？呀，啊，对了，怎么直接断线了、啊？投降输一半是不是？直接从外侧切入，大头飘直接过，这里再开一颗，然后这里直接停车，成效不彰。他迷路了，这我就不跟他演了，我就直接过了。问题不大。如果没气的时候就走凉亭，然后再单拖下去。他也很稳啊，他不是，他也很猛啊，只是可惜不太稳。没事啊，虽然我们输了，但我们其实赢了。哇，这个图好久没跑了。这个图是上次我过终点之后用头开车的那个图。
队友这个让位不错。这个图以前还在 TSL 电竞图里面的时候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觉得这个图很好玩。出事了！我把地名要回来。出事了，难拖，转台。哎呦，我应该没有在搞队友心态吧？哇，怎么有这个图啊？我看错吗？哦，自己人干自己人、欸。这个第二有点东西的，不对，更正一下，这个第一有点东西的。哎呦，这个车还是有点差距，他那应该金矿的国王，金矿的国王比较强一点。啊、不对，我怎么开始找借口了？不行不行不行！塔位不保，不要讲那么难听的话、啊。要塔位你自己，你要当塔主你自己当啊。这一队感觉有点东西、啊。先抢第一看看，有赢吗？这一把？哇，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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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